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啊，早上好啊！感谢神有几位人都过来了啊，有4位都过来了啊，这个我感到很开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面都随着这个世界的大流走啊，就是大家休息就休息，大家忙碌就大家都忙碌，大家熬夜，大家的我们也跟着熬夜。基督徒与世界没有分别啊，我们知道了啊，但是有一部分人他还是愿意的。上帝告诉我们啊，人的生活方式是6+1的生活方式是什么？6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7日啊，你就安息啊，第7日的就是休，就是守主日啊，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方式啊。你不要被这些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今天去香山，明天去南京，后天去大连啊，这么搞得个精疲力竭啊，然后守明天敬拜神的时候。又起床起不来啊，还老婆孩子搞得啊，家里面鸡犬不宁，这个这是人的一种愚拙啊，不顺服神的一种愚拙啊。你以为度6天的假，你真的在度假吗？在闹心，你知道，在闹心。那世界上的人不懂，那神的儿女难道不懂吗？对啊，我这课是照样上的啊，只是下午的反正呢这个月有。有5次嘛，下午就不上就算了啊。我们这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还有一些人愿意与世界的分别为圣啊，过6日劳碌做你的工啊，以7日安息守主日的生活，天父怜悯和帮助我们，以纪念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啊这样子顺服你的话语啊。不是束缚我啊，天父，求主你怜悯和看顾我们，使我们按照你的生活节奏来生活啊，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不会被那些休假休的啊闹心啊，到处旅游旅的奔啊劳碌奔波啊，把自己啊害得精疲力竭啊，然后主日又劳碌不堪，天父啊怜悯和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多的人从这个世界当中警醒过来，归正我们的生活，因为。西洋城必因公义而得救啊，其中归正的人必以公平得蒙救赎。感谢主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上回的一些问题同学们，弟兄姐妹们，这些问题你光通过这本教科书你是找不到答案的啊，找不到答案的。那我说的答案呢，也不是绝对的啊。话都讲了，我永远讲过，除了圣经本身以外。和要理问答的教义啊，我们所讲的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啊。上回讲到了欧洲的啊，欧洲历史上面的政教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中国一样的叫军事合一。大家知道什么叫军事合一吗？我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同学知道什么叫军事合一吗？军事合一是什么意思？哪位同学知道什么叫军事合一？有人说宗教合一，我跟你中国历史上面为什么啊？中国人这么多苦难啊，就跟这个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军事合一，留言了啊，君王和祭司啊，对，君王和祭司中国不再叫老师啊，这个叫老师，中国没有叫祭司的说法师尊中国没有因为中国的历史上面是个世俗化的国，是没有祭司这个职分啊，没有这个职分啊，祭司往往是谁担任呢？历史老历史老历史的天地君亲啊。怎么军事合一是什么？我给你先讲故事啊，因为很多同学啊，不讲理，少讲的理论啊。中国历史上面起初啊，在秦朝以前啊，在秦朝以前，我们国家的那个君王啊，君王何来呢？
师尊呢是分开的，比如说啊，君王就是周王和那个啊诸侯王啊，诸侯这是，那么师尊呢是民间的啊啊诸子百家啊，这都是也是啊民间的啊师尊，这是分开的啊，这两个呢是平起平坐的，有什么事情，比如说啊杨惠王见。孟子，那孟子见了梁惠王怎么样呢？就是坐着跟你聊天啊，没有什么，我晚上跟你磕头啊，这没有这个说法啊，没有这个说法。那中国到了什么呢？法家啊，改革啊，商鞅变法啊。那么呢？不懂啊，以利为师啊，什么叫皇帝啊？OK，在这就中国的啊政治意识形态，我给大家讲稍微讲一下啊。那么之前呢没有这回事啊。那个啊，中国没有祭祀啊。中国的祭祀是什么人呢？祭祀啊，中国是个世俗会的国家，一个是有，慢慢打好啊，我打字啊。一啊。中国的那个祭祀呢，它是个散的，这属于中国的道教啊，宗教它来自于整个东亚的萨满教啊，萨满教的分支，我们都是迦南人的后裔。东亚人都是迦南人的后裔，迦南人崇拜的是多神教，或者说叫萨满教啊，萨满教就天地万物都有灵啊，传到南方呢就是印度啊，都搞这些迷信的。那么他的祭祀阶层啊，往往是很多的，比如说巫师、巫公、巫婆啊，民间的巫师、巫公嘛，跳大神的那种啊，然后呢占卜的啊、打卦的啊，医生原来的中国的医生呢，中医啊。他是跟那个巫术是扭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吗？他不是个纯粹的一个职业，不像今天就是穿的白大褂啊，或者护士啊，不这么专职的，他是医和巫是不分家的。那历史学呢，他也是搞这个东西的，你看呢，司马迁他爸爸都是道家人，对不对？道家啊，都为什么这样的？因为死啊，不过是在那个巫术里头比较有文化的啊。这个萨满教里头比较文化的那个记录文字的啊，他还有个柱呢，
住是干什么？就住在那个道观里头的人，那种人呢？叫住啊，叫庙住啊，就竟然台湾还有这个职业啊，大陆我没听说有啊，大陆至少我没听说过呀，啊，台湾那些庙观里头还有专职的啊，这样的啊，庙住啊，是这样的，啊，这是中国的祭祀，但这人祭祀没什么社会地位啊，除了啊，就是历史学家啊，那个能干啊，有一定的成就啊，那也是个小官啊，大概是在宋朝的时候，在汉朝的时候，就司马迁这种历史学家啊，就是一年400担粮食啊，根本就不够啊，400担的40担的粮食，就根本就刚刚够生活，刚刚够用啊。就司马迁不是被上了那个熊嘛，对吧？把他割了嘛。如果在汉朝有钱的话，可以买回来，但是他家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是这样，买不回来，所以直接白白的受羞辱了，就这个意思啊。即使没有什么地位的啊，这是上门教的一个特征啊。那比较有地位的是师尊啊，就诸子百家啊，各地医生呢也好一点点啊，医生他毕竟能够医病嘛啊，他稍微好一点啊。跟历史有国家渊源，你像武啊、不是啊、这柱啊，这些国家公务员就根本就瞧不上他们的啊，在民间里头窜来窜去的啊，甚至还皇家还防着你一点啊，就是这种。那么中国出现的政教合一啊，那就非常严厉了啊，非常严厉的。到了刚才说梁惠王见孟子的时候，他们都是呢平起平坐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啊。那么中国历史上面商鞅变法以后啊，包括韩非子他们都主张以利为师，就国家很乱啊。什么诸子百家吵得一个半死啊，这些人都是吃干饭的啊，吃咸饭的啊，们再把他们杀掉啊，只留下一些医生啊，有一点的价值。那么一般老百姓，你要学老师啊，你必须以利为师，以官，一直到今天为止啊，各地啊，你要学习啊某某讲话啊，学习啊某某书记的指示，为什么？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啊。以利为师，以官吏为师，这是民间啊。那么皇帝是至尊，为什么叫皇帝啊？以前是没有皇帝这个名词的啊，之前叫做国王啊，叫做国王。叫梁惠王呢，还有周什么烈王呢，什么商文王了，就是我秦始皇是最厉害的啊，怎么厉害呢？功高三皇，俄国武帝啊，简称皇帝啊。所以呢，大家。不光是在行政命令上面要听我的啊，你在思想道德方面也要效仿我做榜样，这样子天下定于一尊啊，只有一个皇定于一尊啊，也就是说皇帝在中国社会承担的是什么呢？基督的角色啊，他是君王、祭司啊、先知啊，三大角色啊，中国的角色就是皇帝。那今天为止也是这样子的啊，为了统一社会、团结啊。就必须啊，定位一尊啊。那中国人，那各地都是拉帮结派的啊。这么这个省的一帮呢，那个省的一帮呢，这个乡的一帮呢，那个乡的一帮啊，都在斗来斗去的，斗来斗去。你定位一尊了，他就能啊大一统啊。那么这不是简单的政教合一了，简单的政教合一不足以表达中国社会的啊专制，应该叫中央集权制。明白了吗？啊，这样子呢，达到一种啊，国家统一、君临天下的啊，这么一种啊社会生活方式啊，它能够呢有什么益处呢？能够和平，你不至于斗来斗去啊。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中国历史上面今天讲中国历史啊，算了啊，就你进比较就知道了啊，进比较就知道啊。第四题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几章？弟弟们知道吧？讲的是第四章啊，讲的有点慢啊，不好这样子啊，讲的有点慢。为什么教会得胜是一件奇迹啊？有一些这个命题啊，这个命题本身是个伪命题啊。313年，教会并不是得胜啊。
这是个伪命题吧？在数学方面，这是个伪命题吧？这是个伪命题，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能够把313年啊，对啊，313年啊，然后基督教变为怎么样呢？变为国教，就当做基督教的德胜，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啊，完不合乎圣经的。所以这个题目就是错误的，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享受安逸生活的人，认为没有逼迫就是好事，就是得胜了啊。那么基督教成为国教就是得胜，因为这个人是英国人，这个作者在齐博尔英国的圣公会啊，圣公会呢就是英国的国教啊。实际上，英国的国教是今天是乱七八糟的那个根本就不正式啊。那个英国的女王前2年发布一个诏令啊，什么诏令呢？吃饱了撑的一个诏令啊，就是英国基督教要向白色的污染宣白色的污染叫什么宣战啊！我把它打出来啊，方便大家理解一下。我看了英国的女王如何吃饱了撑着了，英国。基督教或者是英国圣公会像白色污染宣教宣战你这个吃多了饭啊，白色污染就算是污染，是国家政府层面去治理的事情。你教会干什么事情？教会的人物是得到人的灵魂的。使命是得到灵魂了，那基督徒自己过圣洁的生活，这白色污染当然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我不是说不应该有污染，教会的责任在哪个地方？这英国女王呢？女王，我是说这帮人现在是已经喝醉了酒啊，喝了个大把别人的酒，他们醉了啊，他们已经醉了。已经做了，搞不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是干什么就像肖弟兄、肖老师今天到街上去怎么样呢？去维持交通秩序，维持交通秩序重不重要？重要，但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是交警做的事情，或者交警里头再请点义工帮忙做一下。我的责任是干什么？在这里跟大家上课，对不对？因为我是老师。街上那里卖饼的，有个人想买饼，买不到饼啊，想吃几个油饼，那是不是肖老师就买一口锅过来，跟他煮几个油饼给他吃？不是嘛？现在这教会叫讨人的喜欢啊，得人的荣耀。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题目为什么是个伪命题啊？我这就默认了。基督教成为国教是得胜，因为这圣公会的一个观点大错和特错，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很多同学跟着肖老师学过圣经历史的，人是在恩典中堕落的，硬刀子杀人你没有感觉比如说在座同学。等一下，我要到你们家放一把火啊！我那个刀要去砍你们家，肯定你就防着我一点，对不对？你不要说报警就算你不报警，你会防着我一点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领导拿了每口袋里拿了1万块钱人民币或者2万人民币到你们家来探访代表政府来安慰你、帮助你。听说你们家生了孩子，生的比较多生了4个5个那么呢？给你们一点奖励你们促进了国家的新生人口我代表政府那你要不要迎接他？你一般都会迎接他，对不对？对吧？
然后你这样子就容易被怎么样呢？软刀子杀人。这还有一个啊，社会上面都批判基督徒啊，不包容啊啊，不包容啊，然后呢啊，对异端啊排斥啊。怕他们拜的基督教学校啊不招收我们我们就跟他信仰有一点不一样啊，我们就拜的玛利亚，他们呢不拜玛利亚都不能包容我们，我们在他们学校里就去学习，他不让我去学习，那你怎么样呢？一定是妥协。今天美国的基督教学校就这么妥协，我办的学校我是改革宗教会办的学校，那我有权利只收改革宗教会背景的学生。因为我跟你来了，要跟你讲很多的教义，我很累耶。因为我是个语文老师，我不是跟你讲教育的老师啊。你们也默认啊什么什么教育要你问答，你都根本就不理的啊。然后我跟你讲，解释圣经这个你就听不懂啊。你不在乎什么过主日不主主日，你就无所谓的嘛。那教会学校有什么意义？没信仰告白了，没有教义了，就无所谓了。你什么都问，反正只要信耶稣啊，就包容啊，宗教分歧都有是个人的可以的。因为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美国政府取消你的免税的资格，你知道吗？你这个学校就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就妥协了，这叫软刀子杀人。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对软刀子杀人没感觉啊，这个硬刀子逼迫啊，这个硬刀子，我跟你说，他伤害的只是身体而已，他不会很难伤害到你的灵魂。逼迫了就很明显的，人家还会防着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到你们家去杀人啊，那你就算你不报警，你都把门关得紧紧的，对不对？防止个姓肖的那个疯子过来，是吧？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啊得胜观啊。那么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呢？四个方面或者是三个方面。一，这是启示录的啊，不是我讲的，同学弟兄姐妹，不是我讲什么叫得胜就得胜。一，胜过罪恶啊，就是以弗所教会啊，他们起初的爱心没有了啊，他们很胜过。那么得胜的就是你的基督里的爱不变啊，你一直保存着基督的爱啊，从起初的爱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么呢，这个教会呢是得胜的教会。你看到没有？我们翻过来啊，也不是我这么讲的啊，大家翻到启示录啊，那个三个啊七个教会啊，得胜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个伪命题啊。第二章，你们看一下啊，翻了吗？圣经同学们，尤其那个有些地方同学比较多住在一起的啊，你看一下啊。第二一个是讲那个示美拉教会的得胜，就忠心到底啊，不要因为有逼迫啊，有逼迫你就怎么样呢？就怂了啊，就是不能怂啊，持守信心到底啊。你们会关在监里10天啊，就10年啊，务必至死忠心。你至死忠心就是得胜了，知道吧？你就不再有第二次死亡了，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啊。这个得胜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生命的冠冕，而不是基督教成为国教啊，政府不再逼迫我们了啊，就是得胜了。这完全是两种得胜观啊，一种属地的，一种属天的啊。还有一个啊，约翰写给毕加摩教会和那个推拉拉教会啊，他们的得胜是什么呢？不受仇敌的教训啊，有一些巴兰的教训啊，那个耶西比的教训啊，在教会里头啊搅扰我们。那怎么呢？我们不理巴兰，就是利用宗教职务啊去辞教啊。耶西比呢，就是淫荡的教训，耶西比的教训，我们不理他啊，我们持守真理到底。那么呢，直到见主的面啊，主呢就说这是个得胜的人，我要赐给他权柄做啊。这就是信心得得胜啊，因于信而又止于信啊，一人必因信得胜，这才是真正的得胜，而不是像这个作者所讲的啊，
啊，我们不是逼迫了啊，叫政府不再抓我们了，然后呢，又因为国教的事情，我们就得胜了，这是鬼话啊，这是魔鬼撒旦欺骗教会的这种说法。真正的得胜呢，是来自于基督的救恩，所以说他是一种神迹奇事啊，是的。那确实是一种神迹奇事啊，是一种奇事，因为我们人靠着自己得胜不了啊。你不但每次面对这些逼迫的，或者说比如说我都是坚持祷告在神的面前啊，常常坚持祷告在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呢？自己做不到，你什么很难受，很难受啊。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神是公平的神。今天很多人不相信神是公平的神啊，这个，这是一种悲哀，一种悲哀。神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就是得胜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等候是你在逼迫当中，你除了等候神，你干嘛？基督徒你不能说搞个武装起义啊啊，推翻政府，对不对？啊，使徒们他们没教到这种东西嘛，对不对？啊，我们奋起反抗，割掉那个大部分的耳朵，他没有是这样的吧？那么等候，等候的过程中呢，你就赢了吗？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的时间到了，那些欺压基督教的政权啊，怎么呢？失败了嘛？不知道同学们是否都听明白了？有没有什么疑问？明白了。明白了啊，感谢神啊，明白了，感谢神。那我们就学习第五章了啊，学习第五章了啊。教会啊，日行稳固啊，这个题目呢，我是照着他写的啊，应该叫做日益稳固啊，日行稳固啊，这个翻译的人就怪怪的啊。日益稳固啊，这里好好懂一点啊。那么这里呢有在325年到451年之间来讲几个题目啊。作业呢也就是这些题目啊，作业就是这些题目啊。一个教会会议与大公会议的功用是什么啊？为什么有教会会议和大公会议？现在还记得吗？使徒行传15章。大家翻到使徒行传15章。还记得吗？讲过啊，再翻一下，免得忘记了啊。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啊，这是圣灵给教会的命令啊，就是说啊，教会里头有什么争论的问题啊，有什么争不完的问题，你有你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怎么办呢？不能打架，对不对啊？不能我那比武啊，打滑，然后中国人叫滑伞论剑啊。金庸小说里头的，大家真不清楚了，开武林盟会啊，华山派、峨眉派、青川派，还有什么派的啊？江湖啊，还有丐帮的啊，大家换着去比武啊，武术最高的啊，做武林盟主啊。教会不是这么搞的，这是小说啊。教会呢，才通过大公会议啊，大家坐下来讨论啊。那么教会会议和大公会议有什么区别的？教会会议呢，是跟教会的领袖聚在一起啊，共同研讨重要问题啊，周密思考，慎重发言，得到结论啊。然后呢，教会会议里头有省区会议啊，国家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啊，全体会议就大公会议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呢就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因为当时的教会到了325年了，然后在451年之间的时候，教会已经很大了啊，不再是耶路撒冷这么小小的教会，或者安提阿、亚历山大啊，整个罗马帝国范围里头啊，甚至到了那个北非啊
还有日耳曼人呢、啊，他们很多都已经信神了。他们信神了的时候啊，合在一起的会议呢叫大公会议啊。一是除了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啊的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在主后325年啊，全体基督徒开始在一起叫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啊。大纲会议呢有四次大纲会议啊，四次大纲会议啊，这里呢有一些文笔的一些春秋笔法啊，故意啊以弗所教会他没有讲啊，四次大纲会议啊，四次大纲会议呢，我一次次的跟大家讲啊，你第一次呢是在尼西亚啊，尼西亚举行的啊，尼西亚就是为什么要开大纲会议呢？就当时的教会界存在两个争论啊，一个争论，争论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啊，他的人性和神性的关系。当时争论的是两帮人，一个呢是德高望重的声名可能人都以为他很近前的，叫亚流啊，亚流。亚流，他的思想叫亚流主义啊，像现在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呢是分开的，不是和谐一致啊，真的啊，要在耶稣比基督要小一点啊，基督比父神要小一点，一个是亚拿尼亚啊，不是说叫做亚修，亚塔利亚亚，叫做亚是什么呢？亚人。亚他那修。亚他那修，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啊，亚他那修，我们今天讲个啊，亚流呢，就是他们亚他那修是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其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啊，神人和谐一致啊，共存啊，就教会里产生很大很大的争论，争论。那真正呢，谁也说服不了谁啊，谁也说不了谁，谁也不服谁，那怎么办呢？开会的时候祷告神，那么最后呢？谁来开会呢？你说谁来主持这个会议呢？就是那个君士但丁啊，君士但丁他自己不懂这个，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是国王啊，他还可以掏钱。请大家来入会，我给你报销啊！你可以来这里吃饭的时候国王款待啊，国王款待。那么就是召开会议上面就争论了各地主教争论，结论这种呢大家一边祷告一边争论祷告这怎么这怎么怎么怎么这开会开了好多会，然后得出个结论来，就是尼西亚信经，把它整理成文献啊。那真的是文献吗？就尼西亚信经就支持亚他那修的这个思想啊。不，今天这信经为什么重要是这样的？今天你说还能够开大公会议吗？你把全世界的基督徒每个大小教会的牧者叫过来，一起到美国开会，可能吗？世界这么大，可能吗？非洲的、亚洲的、美洲的、欧洲的。大洋洲的，所有的全世界的基督徒教会喊在一起开会，让他制定一个信仰告白嘛，做不来嘛。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信经的，信经是圣灵在教会历史上面产生的近前的传统，什么是正统信仰，就这么产生的嘛。我这你怎么办？我读圣经，那个亚他那修没读圣经呢？亚流不是读圣经的人呢？他们事情都是很高深的，我跟你说，都是很厉害的。不要以为我等几个圣经原文就很了不起，人家还不但会懂，还会说。你研究神学，人家就没有研究神学，扯不清楚的。这人活着，你每天在扯这些东西啊，
你们家就不需要工作，不需要生活了，每天跟人家进行神学辩论吗？你不累不烦吗？所以我们比较自聪明的办法就是我们认同啊，虽然我们唯独圣经，但是我们宣告我们认同使徒信经、亚他拿信经、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就是我们认可他们的啊所有的解义，我没必要再跟你争嘛，对不对？我信耶稣不是每天跟你争的，生命这么短，这个每天去辅导你了。他说：“你说，你说服我啊！”有些人，你说，我把圣经的话语拿给他看，妈逼什么？你再说，继续说，说服我，你算老几？我算老几？人老不知道自己算老几啊！真的，有些人就跟我说：“你辅导我了，我不说的，你算老几？我算老几？你算老几？你值得我辅导你吗？我算老几？我凭什么本事辅导你？”我何德何才辅导你？现在人都是以自己的头脑、以自己的理性为主，高举自己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圣啊，第二个在君士但丁会议这381年，那么圣灵是不是神呢？有人说圣灵不是神，就是一股能量，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孟塔罗主义的啊，圣灵好像能量一样的啊，你来电一样的，什么你？圣灵充满就来电了啊！我就浑身中国人练内功一样的啊，武侠小说，你就可以怎么了？可以打降龙十八掌了啊，可以就什么这么多厉害了啊！但是，到了君士但丁会议的这次会议就是讲圣灵也是神，圣灵是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查考了，因为毕竟讲教会历史不是讲教义啊，可以去查考圣经的啊。381年，在以弗所会议呢。以弗所会议就是狄奥西斯啊，这不再是君士但丁罢了，在431年，在以弗所啊这个地方召开的啊。当时有个教派的尼斯托流派，尼斯托流派呢，他认为神人是阿谢的人性和神性是分开的啊，这是唐朝的景教啊，但是唐朝的景教就这个尼斯托流派，中国叫景教，景呢就是大的意思。要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不要陌生啊。景教，景就是大啊，大教的意思，在中文里头，景就是大的意思。他们呢，过分强调耶稣基督是个人性，否认神性啊。还有一个柏拉修是什么意思？就是阿米念主义啊，就是说人可以不断的操练自己啊。以至于完全啊，以至于呢就是说没有罪啊，人啊不是完全堕落的啊，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信神或者说不信神，就自由意志呢就定为异端了。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就你看这本书里头就叫以弗所会议呢就讲的比较少，为什么呢？他不想得罪啊阿米念主义者。因为阿米念就来自于柏拉修，柏拉修是当时啊奥古斯丁同一个时期的那个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这个人呢，当然才学肯定很不错了，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这么多观点。叫辩论的过程当中就把他定为异端了啊，这是大公会议，不是某一个人定的啊，某一个人定的就不算啊。那怎么呢？柏拉修就定为异端了。那么今天呢？我包括阿维斯里，我本人也不认可。当然，他做了很大的事工，那是他的事，是他的上帝给了他什么赏赐，我不知道啊。蔡依婷，你说，柏拉修是哪次会议讨论的呀？以弗所会议，以弗所看到吗？谢谢老师。以弗所在这里呢啊，这是在柏拉修啊，那个棒柏拉修啊，历史上面还有一个棒柏拉修。什么叫棒柏拉修呢？就是我们人要得救啊，神有神的功劳，我们有我们的功劳啊，我们的功劳加神的功劳，那就我们就得救了。神出于神人合作啊，就
就是棒伯拉酒。那阿弥念里头也有这个，神也功劳，我们也功劳，我们愿意信神呢，愿意给恩典，然后信加恩典啊，就是你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知道完整，我们信也是出于神，人没有一点功劳，免得有人自夸嘛。得救本乎于恩，也借着信，而不靠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嘛。没有一点点功劳，但人呢就希望自己有功劳，希望自己有功劳。找一些词语为了得证啊，你们不信啊，不信是神没有给恩典给我们啊，是我们固执啊抵挡神的恩典，抵挡神的恩典。我们里头的还是个石头心啊，还是石头心，神没有把我们的心给软化啊，是你没有感动我们，就是不得救啊。所以说人得救是神百分之百的功劳，百分之百的功劳，我们呢？只是脸色就跟乞丐样子嘛，我乞丐你我在 我肚子饿了，你给我饭给我吃，我然后端张开手，我要张开手有功劳吗？哎，我的手都张开了，有什么功劳吗？对吧？这叫柏拉酒主义或者叫半柏拉酒啊，是这个意思，叫历史上面啊。今天很多人不服了，不服了的时候，他不服就不服了，那么怎么信仰啊？自由的时代，对不对？加克顿会议呢，还是在讨论这个啊。451年讨论的基督只有一个位格啊，它是兼具神人二性，不是两个位格啊，一个位格，这两个位格的关系呢不相互啊，不能够互相交换，也不能够分隔啊，它是一个位格，这是加克顿会议大家讨论出来的结论啊，这样子的就定了的时候就不要再争了，不要再争了，也不要去怀疑，你讲不清楚的。我也是啊，上过我历史课啊，是不是？小弟兄不创造任何交易啊，不创造任何交易啊。教过历史大公会议认同怎么交易，我也认可怎么交易啊。一般的教过历史上面金钱的人怎么解释圣经，我也怎么解释圣经。我的差异是相对的啊，我的生活运用方面，运用方面那我运用跟你家里运用的肯定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是吧？有你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啊。好，我们这里对不起，休息一下啊，同学，小同学，你累了。9:23过了，9:23过了啊。来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只猜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城。阿门，如同要将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纯长听而快乐。当一罪亲自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好，我们思考刚才第一个问题啊，刚才讲了两个问题，大公会议的功效啊，大公会议啊，这四次大公会议后面以后再讲，这是一点这些结论啊，不要再争了，不要再争了，真的没有意思了啊，真的没意思了。你愿意信啊，就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不把它当成大公教会成员的一员，因为争不完的。这个信仰不像那个科学一样的啊，信仰是没有办法争的，争不到完的。你因为你现在没有见到神的面，对不对？你觉得也有感动，那你就感动了。你能不能不能说服别人，你知道吗？
我们既然信耶稣，我不信耶稣，我在世界上面也能活了，对不对？我不会死掉，对吧？也不是说要在教会里头赚碗饭钱好了。不是在教会里头赚碗饭钱，我才能够过日子，没这回事嘛，对不对？我今天不上这个课，我去我饿死，非得教会就来吃教啊，做神棍了，这不是？我们不是这种，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种啊。这就我不是要吹捧弟兄姐妹了，99%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为了信仰啊，为了信仰。那既然为了信仰的话，我们就认可大公教会里做的这些节，我们不可能呈现再开会了。那就是这样子。啊，柏拉修就是异端啊，柏拉修主义就是异端啊！你不能说，你不能光看人品啊，因为生活当中不像神的人，很多人品都不错的，你知道吗？有些待人呢、很热情的，他不信耶稣很热情。我在广东呢认识一些客家人呢、真的很热情，做人很热情。你不能说他是基督徒，你这人不进天堂太可惜了，确实。他不进天堂，确实我也觉得很可惜啊。但天堂的门不是我开的啊，我那个不是咱们家的事情，反正是耶稣基督的天堂，不是我的天堂啊。耶稣基督让谁进就让谁进，知道吧？啊，我们同情别人呢也是应该的，那你就跟人家穿福音就好了啊，就跟人家穿福音就好了。啊，不能说这人长得很漂亮，哎、他不进天堂太可惜了，那你就跟他穿福音了。或者说这个人呢人真好啊，对我有恩于我，是我的亲人啊。他虽然是个异端啊，或者说是一个不幸的，但我也希望他今天的。你希望是一回事，他能不能进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都这种态度啊，包括我本人呢、很容易被人的感情所影响，人的感情所影响。所以你的以弗所你除非你觉得以弗所下的会议是错误的，对不对？他们不都根据圣经来的，当然我可以用大量大量的圣经来论证阿米念是错误的。阿米念主义者可以用大量大量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如何的对是正确的。那、谁讲的对的、我们今天讲了一下那个再讲一下几位历史上面的拉丁教父啊，拉丁教父的一些圣对教会的贡献啊。第一个讲的安布罗修啊，安布罗修呢他写过一本书叫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我现在有人有买的啊，安布罗修的书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题目，是的，基督徒的信仰啊，我也没记错啊。基督教信仰应该是讲的，是这样子的啊。中文叫这个名词啊，安布罗修写的。他呢强调了圣餐礼啊，他的书说实在的，我还没有认真去读啊，所以我来的资料也是第三手资料或者第四手资料啊。按道理说，我应该读一下安布罗修的书，但来不及啊，来不及。这几年呢，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加上我自己生活的效率低下懒散了啊。安布罗修的书没读啊，然后他强调了啊，圣餐礼抵制异端。我讲两个故事啊，安布罗修的两个故事啊。对，安布罗修呢是出生在一个金钱的基督徒家庭里头，他父母呢是罗马帝国的行政官员，很早就接受了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啊，然后。在他教会服侍过程中，他是一个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人啊。他自己没有想过要做主教。有一次教会开会啊，教会开会呢，这个教会里的呢缺少一个主教啊，缺少一个主教。那么缺少个主教，到哪里去找个主教来的？安布罗修呢在那恰好呢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走进了那个教堂里头一起开会嘛，这些选主教。突然一个小朋友喊安布罗修主教，安布罗修主教。那别人就喊安布罗修主教，就这样子。其实他还不是教会的会友，
那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啊，这个人呢，这他的人品呢，摆在那个地方。什么什么小朋友呢，就还安布罗修主教就是这么做上来的。但这事情发生在主后374年啊，整个佛教盛行的时候啊。然后呢，讲两个故事啊，一个故事在跟他的国王啊，当时有个国王叫狄奥多西啊，这个人呢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很强暴的人。然后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屠杀了上千个啊这样的平民百姓，就是他犯了大罪啊。大罪了的时候呢，这事情被谁知道？被阿姆罗修知道了。阿姆罗修那天正好带圣餐，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就不准他领圣餐。皇帝领圣餐呢，不准他领圣餐，因为你三手沾满了人的鲜血，你要认罪悔改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你否则你吃喝的是自己的罪，对不对？阿姆罗修，你不能领啊，那你不能领怎么办呢？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面踏过去，你把我杀了，那你就领了。你比我厉害嘛的，因为你是国王嘛，我就是个安布罗像平民百姓嘛，对吧？那这么这样子来的时候，皇帝呢，叫怎么样呢？叫惩罚，让他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我杀人杀错了啊，这得罪了神了，对。然后啊，过些日子呢，就是。皇帝呢得到了啊主教的赦免啊，圣可以的，大家就他已经认罪悔改了嘛，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他是的，这是安布罗修干的一件事情啊，在历史上面伟大的勇气，之前历史上谁都没有这么大的勇气，知道吗？安布罗修他为什么能做？我跟你说啊，他家是很有钱财的。耶稣基督说，你要把你的钱财分给穷人，然后再来服侍我。安布罗修就遵照耶稣基督吩咐啊，把他的钱财真的分给穷人了啊，然后来教会服侍神，他真的是这么做的啊。这种人在平时生命当中，他也操练，不是突然之间像大卫一样的，他不是突然之间能够把哥利亚给杀死，而是平时当中他在爱护羊跟熊跟狮子，在打架保护羊群，在这上面分场露宿在外面操练了这种信心，对吧？在关键时刻呢，在跟这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用石头把哥利亚给打死。不是突然之间的，这个安布罗修也不是突然有这个勇气跟国王决斗啊，好像的，你要赶紧圣餐，你就从我的尸体上面踏过去啊，这圣餐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怎么随便领呢？像你这三手沾满了人们的鲜血，你怎么领圣餐呢？当然你可以认罪悔改啊，你不认罪悔改就不能够领。还有一件事情，多纳派啊，多纳派就是认为人可以成为完全的圣洁啊，100%圣洁的在世界上面啊，这种异端思想啊，异端思想。那么呢，多纳派跟那个皇太后关系很好，当时罗马帝国有皇太后关系很好。那么多纳派想使用一个教堂，但是米兰的教堂，这个这书上面没有讲啊，安布罗修在米兰做主教啊，做主教，那个是奥古斯丁呢还是穆道友啊？古斯丁那就去看戏啊，对吧？就是安布罗修说不可以啊，这个圣殿是基督的圣殿啊，不能跟你们这些异端啊随随便便硬的讲道啊，做你们的活动啊。这皇太后讲的了，对吧？皇太后肯定你不给面子吗？皇太后也不行，因为这是基督的。然后皇太后来火了呢，你看派军队来包围教堂。皇家卫队啊，罗马帝国的皇家卫队来包围整个教堂。安布罗修理都不理他，也照样该干嘛就干嘛。你要把我杀掉也可以杀掉我，手无寸铁，不容易杀掉我，对不对？那个皇太后就觉得吓唬不了。那奥古斯丁就很佩服他这人，那我们就没这个能力啊，我们这些人就学问是很有啊，滔滔不绝啊，讲什么道啊，讲什么道理啊，但是在邪恶的世界里面，在强大的世界面前。你能够隐于殉道啊，坚持真理的这勇气啊，奥古斯丁佩服啊，奥古斯丁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你知道吗？一般人都瞧不起的人。哎呦，但安布罗修这种美好的见证啊，然后呢，奥古斯丁就很佩服啊，当然奥古斯啊，讲了他讲神的道啊，
奥古斯丁的讲，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这就是安波罗西王。啊，讲一个啊，第二个来讲一个耶柔米啊，耶柔米的这个我对他的不详细不是很了解啊，作品没有读过他耶柔米的作品啊，真没读过啊，所得的资料呢也是从书上面看到的啊。安布罗兄弟这个传记呢，我是看了一点啊，所以这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来讲一点东西啊。耶柔米呢是个教会领袖，他和啊。他跟安布罗修呢同一个时期的人，在罗马受了很好的教育啊。他呢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动啊，有些时候都好动，他是个好动的人啊，他喜欢旅行啊。旅行的时候，他除了在罗马帝国转了一大圈以外呢，他还到了耶稣啊出生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走一走看看的时候呢，他就认识了一些很多犹太人啊，认识犹太人，跟犹太人的学者呢学习希伯啊，学习那个。希伯来语啊，学习了希伯来语，然后呢，发现了那个契斯是一本啊，契斯是一本当时的啊希腊语圣经呢有问题，翻译的不好，那么呢，他就跟就学习希伯来文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在契斯是一本的基础上面啊，他直接啊从那个希伯来文，就是旧约啊希伯来文翻译为这个拉丁文，就是罗马人当时的生活语言叫拉丁文，然后叫五大加一本啊，五大加一本，今天拉丁语当成圣经的经典一本，旧约经典一本啊，就是啊耶罗米的啊贡献啊，大家为他感谢上帝啊，为他感谢上帝啊，不光是在天主教啊，在基督教的啊翻译学习都是很重要的。奥古斯丁他们马丁路德他们读的那个圣经的一本啊，拉丁文原文的就是五大加一本。好，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呢是在教会啊一个跨时代的领袖，一个上帝重要的一个仆人啊，只能做仆人啊。大家读过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人要知道啊，这个奥古斯丁他加尔文的作品里头一般不引用人的意见啊，除了圣经啊，大量的加尔文的作品里头有引用圣经的有7000多处啊，其他的少数的就是奥古斯丁的意见啊，是这样的。那么奥古斯丁他生活在一个金钱的家庭里头，他妈妈是个特别特别爱主的人，然后呢一直呢变得很坏啊，他变了，他有找情妇啊，嫖赌啊，嫖啊，还有赌被赌不知道啊，然后还是有私生子啊，私生子20就死了啊，在摩尼教里头待了很多年了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又学了希腊的哲学啊，所以呢这个人很博学啊，也很坏很坏很坏，后来悔改了啊，悔改了，跟随安波罗修，在安波罗修的教会听到啊，听到了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迦太基啊，迦太基里头起初他没有一个人做主教，他就是跟那些原来的朋友传福音啊，跟原来的朋友讲道教去，因为有些朋友被他带到了什么呢？摩尼教里头去了啊，他就把摩尼教里头带出来啊，跟他们一起讨论圣经呢。学习啊，一起修道啊，一起讲道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在奥古斯丁以之前的领袖呢，在迦太基有特土良和居普良啊，他的教导中，一个是上帝的绝对的主权，就神是掌管万有的，人得救是上帝完全的恩典，人是全然败坏的。这人，人的意志、情感啊、思想、认识都是败坏的，没有上帝的恩典，人就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啊，这是他的观点。还有呢，这个还有上帝之城和撒旦之城，当时罗马帝国呢，被蛮族啊毁灭了啊，那么当时是地上的也很多人责备基督徒啊，没有起来反抗了，没有起来斗争，这样，这。上帝之城和
那个呀、啊，加尔文那不是加尔文出算，奥古斯丁那就写了本书啊，叫《上帝之城》，就认住了啊。今天的啊，包括马丁路德这些观点，今天有些人不认同，就唐成龙啊，他们啊，凯波尔啊，啊王毅他们不认同《上帝之城》，他们的历史观跟我们不一样啊。叫《上帝之城》就是啊，在上帝教会里头啊，这是一个城，是基督在那里做王，基督的恩典作王啊啊！基督的律法是个公平和公义的城市啊！你读以赛亚说啊，公平和公义的城市，这个呢是很小啊，很小啊，是极少数上帝的啊选民在那里生活啊，他们呢甘心乐意顺服耶稣基督的话啊律法啊，尊基督为王啊他们乐意啊跟人分享神的恩典啊等等的，这个地方呢叫上帝之城，但是上帝之城呢不完全。因为真正完全的时候呢，要等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他已经有公平和公义了，已经有了，已经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做工啊，他跟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啊，竭力遵循神的话语或者律法来生活，有耶和华的十诫做法度，这是上帝之城啊。那么撒旦之城呢，他们有各样的宗教。啊，他们是按照人的律法、人的法度来治理的，他们追求人的私欲啊，他们是堕落的。但这个撒旦之城里头呢，还存在着上帝的选民，没有怎么样呢？显明出来，他可能是张三，可能是李四，可能在欧洲，可能在美国，可能在中国，可能在日本，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撒旦的城里头呢，是传福音啊，把他们呢带到了上帝之城里头，这个呢。是基督徒的责任啊，他整个历史观啊，这个人类历史是衰落的，而不是进化的啊，不是进化的。那么他的历史观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啊，但以理书的历史观啊，上帝的绝对主权掌管人类的历史啊，然后呢，上帝的选民啊，是蒙恩的啊，还有撒旦逼迫教会啊，这种的啊。当然这是。正面的，还有一些呢，批判多纳派的啊，这个阿古斯丁呢就编了很多样的民间口语啊，像打油诗啊，跟多纳派去辩论啊，就辩了当然辩不过他啊，多纳派后来在60世纪呢就消失了啊不到后来呢又被现代教会又捡起来了。主后60世纪的时候，这个教派的人呢基本上没有了啊，多纳派啊，柏拉修刚才讲了，阿古斯丁跟柏拉修的辩论，还摩尼教的辩论，他们往往是这个，一个是当时没有互联网的，就是靠发小册子啊，那怎么呢？还有给那个，一个是发小册子，还有一个是发小册子啊，还有一个哇，在那面对面的辩论啊，面对面的辩论啊。你知道阿古斯丁本来是修辞学教授啊，特别能言善辩的人，但你辩不过他。这稍微介绍一下教父的贡献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是罗马主教的地位为什么会产生天主教啊？刚才讲的我们刚才历史顺序是这样的，起初各个。地方的主教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你比我高啊，或者你那个，他都是十二使徒，他都是平等的。十二多使徒在各地建立的教会，那不都是一样的吗？对不对？要谁比谁更高大一点嘛？但后来发现，慢慢的来往的过程，有的地方的教会比较小啊，有的地方教会比较大，是吧？那么呢，他自然而然的，好像他做的什么工作要大一点一样，对不对？你比如说一个比方呢，有的教会只有12个人，或者是20个人，那有的教会2000个人，那么你个20个人的教会见到了个2000人的教会怎么样呢？你自然会矮一点的样子，不是人家要非得要比你高，你自然会矮一点。大城市的教会呢，往往是比小地方的教会主教更加吃香一点，就这样子。那今天也是这样的，你说我在广东茂名牧养教会，比如说我在广州牧养教会，那哪个怎么样呢？在广州的肯定叫什么呢？好像面子大一点样的感觉上面子大一点啊。
我是在美国来的牧师和在山西农村里头来的牧师，怎么样的？人家的眼光看你不一样嘛，对不对？他就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就呈现的了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五大城的主教来成为主教长啊，他们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只是他们用武力啊，非得你们要整我为大，没有这回事，自然而然呢就是把那个主教长呢给弄出来了。那主教长来的时候，这些城市啊，在战争过程当中也影响，比如耶路撒冷啊，在主后七十年的冰火涂炭怎么呢，就只能就衰落了啊。安提阿教会呢，所以小亚细亚的啊，一直还蛮不错啊，一直蛮不错。到了那个到了什么时候呢？伊斯兰教兴起来的时候，你的安提阿怎么样呢？安提阿记得今天还是有教会啊。是叫做叫宗教啊，叫东正教的一部分，是东正教的一部分啊，还是有啊。亚历山大啊也被那个伊斯兰教给毁了嘛，对不对？君士坦丁堡呢也后来也被伊斯兰教毁了，对不对？剩下的人们就罗马城了嘛，对不对？就他就是最大的了嘛啊。罗马城呢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城市。就是我们北京的首都样子，你不尊敬他也难过得去啊。在那保罗也在这里工作过啊，传说彼得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圣经没有说啊，传说。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可能罗马人在那里听了彼得讲道，他们就回去了，就建立教会啊，封彼得为教会创始人。这还有第四一个原因，当时教会有些争论，他乐意找罗马主教来给我们主持公道啊，有什么你就找罗马主教说声啊。这个也是罗马的主教，就是德高望重，你这个你不能够否认人家。比如说格里高利啊，格里高利啊，他一点对权力没有什么贪婪，他不是个贪权的人，但是他罗马帝国混乱的时候，他出来主持公道啊，出来啊维持社会秩序，能够安抚平民。那么这种人就德高望重的嘛，人家都愿意信他的嘛。你人都是这样的嘛。如果我们两兄弟之间啊有什么争论的，两姐妹在争论的话啊，要找一个人解决问题，那你的认可对不对？他是德高望重，你找个流氓来解决问题，那你不可能。或者找个名不经传啊，像肖老师这种教书先生，也不可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不说了，你不会听啊。我干嘛老子这边厚脸皮跟你去磨来，对不对？罗马主教不一样，罗马主教德高望重啊，那么呢，他就确实帮助了很多的教会建立正统的信仰。所以他地位就高嘛啊。然后第六一个呢，在西方的教会啊，包括了罗马帝国里头的教会，没有人跟罗马教会争高，那我们都不服你的，没有，都很乐意听他的话。也没有这个刻意要搞个这么的事情，所以呢，罗马的主教的地位就比较高了，以至于产生了怎么样呢？教宗或者教皇啊，当时有一个爱伦纽的知识分子啊，他写了个博弈端，这里头推崇罗马教会，他一推崇罗马教会呢，导致怎么样？教皇制的产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有人后面的人的权力的贪婪呢。要哪些城市的主教跟罗马主教争地位？有君士坦丁堡的，那没了嘛？教皇利欧抗议，抗议无效，真的没用啊！宗教性地位给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吗？耶路撒冷是什么？使徒他们建立的教会，耶稣建立的教会肯定是第一的。以低的，你看当时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没什么钱，他们就什么呢？把田地家产给卖掉过什么呢？共产主义生活啊，没有说要财务属于自己的，这样子来产生宣教士啊，人人把剩余的粮食，就是非常爱主，但是他们后来经历了很多的饥荒啊，经历很多的饥荒和灾难。特别是主后七十年啊，主后七十年呢，主后七十年
被罗马帝国的啊军队啊给摧毁，没办法啊。第二个的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为什么重要？安提亚教会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啊建立的教会，当然他们也尊啊耶路撒冷为啊前辈一样的啊，跟这边联络。他们建立教会以后，教会的啊基督徒的名字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他们教会供养差派了保罗和希拉到全世界各地宣教，建立了西方的教会。它能不重要吗？安提亚教会啊，君士坦丁堡会，就比如说君士坦丁在那里的办公的啊，这个君士坦丁会议啊，君士坦丁会议在这儿来的。亚历山大呢，是世界的学术中心，学术中心。亚历山大的结晶啊，整个北非教会的啊，因为古代啊，你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来多难，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北非啊，这里是北非的教会中心。那今天为止啊，影响到了今天的啊埃及啊，埃及的教会。哎，还有再一个，就刚才罗马的教会跟别人说了，罗马怎么说呢？哎，就解释了，我不再重复了罗马的教会。在对付多拉派和柏拉修啊的异端上面，奥古斯丁分别有什么教育他们争辩呢？多拉派就是人啊，人的啊完全可以成圣啊。多拉派的产生就是原来啊，在罗马帝国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卖主求荣啊，妥协了。这个时候呢啊，逼迫过来要他诚心悔改啊。那么诚心悔改要不要教会要不要接纳？像奥古斯丁认为也接了，他已经认罪悔改了，谁有不软弱的人啊？就是要给人家一个啊悔改的机会嘛。教会你不能把那个愿意悔改的人挡在外面，接纳了他们，叫他们。那么有一些领袖跟人家洗礼的，他洗礼有没有效果？要不要重新洗礼？比如说教会里那个牧师，他投降了啊，投降了以后呢啊，他不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他之前跟人家洗过礼的，那些信徒要不要重新再洗礼？不用洗，因为他奉的是耶稣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的。既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那就没必要再洗。但多纳派的人认为就是要洗啊，这样就端到很多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小教会啊，多纳派的小教会。有奥古斯丁就，奥古斯丁的人，你不管怎么追求完全，你在生命当中你还是会有罪恶，这是个诚实的问题。奥古斯丁其实他自己开始的时候也是接纳多纳派的啊，他自己。玩命的去灵修，玩命的啊去过近似生活。他晚年不再结婚了啊，完全献身给上帝。他是发现自己内面还是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肮脏的东西，还是有很多肮脏的。那怎么办？那只能靠神的恩典，对，你做不到的。多纳派这种就不诚实，一个不诚实的来自于魔鬼撒旦。在我很多经历就是来自于人不诚实。我那就也是这样的。你没有上帝的恩典，你靠自己怎么得救？没有人给你传福音。你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面，我原来也是柏拉修阿米尼主义者。你在艰难的环境，你不相信上帝的绝对主权，神掌管一切，我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不肯站立的主。我不讲我自己，你讲那个谁，戴德森就这样的，扬州惨案前后的。他就完全已经撑不下去了，他原来是属于这个，威斯里宗派的嘛，阿米念的嘛，那个朋友给他写信，归正他，他再相信上帝的绝对主权，不靠自己嘛，他才能走出来。你这个是诚实的问题，所以柏拉修也很多了吧，都是魔鬼撒旦过来的。好像他们也是信耶稣啊，还是也是爱主啊，这样的。他那种爱主啊，是不诚实，不诚实。是靠自己得救的，或者不一半靠自己得救。我选择神一半功劳，我一半功劳。我们再讲一下第六章啊，第六章啊，教会渐渐的腐败啊，渐渐的腐败。啊，腐化啊，有几个方面啊，几个方面啊，但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啊？就跟他们讲的，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啊？啊，我
那也有讲，往后讲啊，有什么嗨出来？一共是14个，我把它罗列了一下，也是四个。第一个呢，为死人祷告。圣经上面死人已经啊，死就是他的工，最大的工匠已经没，已经定了啊，没没的。炼狱是怎么产生的呢？炼狱的圣洁依据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你们看哥林多前书啊。那么天主教为什么发展炼狱呢？它不是没有圣经，它是错误的解经啊。弟兄姐妹，错误的解经导致人产生炼狱啊！我请一个同学读一下，哎呀，读一下啊！我请一下蔡一成读一下，蔡一成，你读一下那个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啊12节啊15节，好吗？好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12到15节。三章多少节？三章多少？12到15话。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谢谢，就读这些吧，就直接读这些就行了啊。他们啊，包括奥古斯丁本人就支持这个地方呢，就产生炼狱啊，这是不对的。天主教解经解释这个解释开始，就我们解释圣经呢，一定要找一些中统教会的人、金钱的人啊。为什么我推马太·亨利啊？虽然我英语不好啊，我推马太·亨利，他们麦克阿瑟，他们生活中非常金钱，加尔文的圣经注释啊。为什么你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解经，就解出很多问题来，生活很金钱的，大家很历史上面啊公认的啊那些解经的书啊，不要找这个百年以来的这些随随便便的这些人，我是不找。就在这里解说炼狱啊，炼狱再还一个呢，在欧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我打个比方来说啊，我们以前遇到一个教会养的一个刚传了福音一个小姐妹来教会信主。他前些日子他爸爸又死了，他就问教会的领袖，我爸爸死了他会进天堂还是下地狱呢？我给他讲了一下信耶稣，他没有说要信，还抵挡我，把我骂了一下，现在他死了，现在进天堂还是下地狱？好，你讲真话对不对？他下地狱了，因为他没有信耶稣，还抵挡你信耶稣，还有点下地狱。那个小姐妹就受不了啊，她就哭啊，哭的哦，我不知道你们在现场看过，哭得一塌糊涂啊，再来就不来教会了，受不了，他想到爸爸是下地狱的，他就受不了，他不愿意来教会。那怎么办呢？那你不能改说信耶稣也可以进天堂，你这个话你不能改，对不对？怎么呢？这样子，我们想个办法，帮助你爸爸进天堂。你爸爸呢？现在呢，在炼狱里头啊，在炼狱里头啊，凭着他自己肯定不能得救，我们要给他的功德啊，什么功德呢？你现在啊，为他啊买赎罪券也好啊，你赶紧去做善事啊，奉献自己做修女啊，为你爸爸啊积点功劳，或者说叫彼得功劳很大，大使徒给一份功劳，或者叫玛利亚给点功劳给他，然后让他凑上来，在炼狱上熬炼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天堂。炼狱里头炼嘛，反正炼天堂里人间之间有个叫炼狱嘛，炼一下，炼干净点，对吧？把那个杂质炼掉啊，把这些功劳呢，彰显出来，用在他身上，就上帝怜悯，让他能够进天堂，好不好？小姐妹就会被安慰嘛，对不对？佛教也是这样的嘛，佛教有个盂兰节啊，盂兰节就是帮助那些人世间做坏事做的，对，去超度啊，超度。天主教就跟佛教一样的，叫超度一下啊，在炼狱里头超度。有人发明的这些神学，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要。篡改圣经，或者说乱解圣经，
为了搞文化使命也是那个的，要做官做严，耶稣基督做官做严是要搞革命吗？昨天有个人在教训我，把经文踢给我看，难道不要做官做严吗？做官做严就是世界上面啊要出名的、啊、要做学者啊，要做各行业的领袖啊，就是乱解圣经，乱解圣经，这是很可怕的。我也小心我自己啊，这话不是说别人，小心我自己啊。后面的都是这样的，生产啊，现在都是受人啊、文化啊各种的影响啊。一共是四个啊，我就不讲了，好吧？下次再讲啊，再讲右转也讲的太慢了。好，我请弟兄们有没有什么疑问啊？有没有什么疑问？倒在七是什么意思啊？这哪个问题？倒这大灾期啊、哦，大灾期就四十天的那个啊，耶稣啊，耶稣那个、耶稣复活就是我都现在搞不懂，就是大阿四十大灾期就四十天禁食，预备耶稣基督怎么怎么。我的现在我都查了一下再告诉你好吧，大灾期大概就是四十天禁食啊，四十四天呢可以禁食啊，天主教的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就讲大概是这样的，我不是很准确的说啊，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的四十天，复活后四十天，很少不夸。哪位知道？你能讲一下看看？我的天主教这个做法有些不了解。肖老师，我想问一下，就之前我就是我看到有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那个，就是融入圣城宗教组织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守这个大斋期。对，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吗？错误的教导。大灾期属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直奔标杆的那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华里克。他属于一个数字崇拜。数字崇拜是吗？主耶稣这禁食是多少天呢？40天。摩西在旷野多少年？也是40年。啊，然后四十天就改变了你的生命，知道吗？这迷信了四十天。哦，好的，谢谢焦老师。这样的，他就事情改变了的神叫大灾期，基本上但是那个具体的怎么操作，我都不知道啊，因为是天主教的，我没有关系。关键是现在人都走喜欢的头衔，搞一个课程给你啊。你学习了四十天改，四十天养成一个习惯啊，一个改变你的生命，就是人的这种操作。你这圣灵的工作来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四十天、要搞这个投机取巧啊！我请李冰姊妹做我们这结束祷告吧，好吧？李冰姊妹在吗？在。啊，这结束祷告吧，好不好？谢谢。好的。在全能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跟随肖弟兄的带领一起来学习教会的历史，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发现我们现在的信仰中存在很多很多陷阱和深坑，是吧？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同的来领受纯净的教导，是吧？也祈求你继续的祝福肖老师他们的他的家庭，他的服事，也祝福所有在这里学习课程的每一个家庭，祝福这些家庭，祝福这些孩子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主啊，乃是你大能的拣选，主啊，我们祈求你，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引领，时刻与我们众人同在，乃是我们能够到达你，为我们所预定的那个地方。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再见啊。再见。大哥，问题啊，就是作业啊，作业就是课后就书上的课后题目啊，好的。哦，有时候我没有写啊，你这样书上面不是后面就有题目了，就是这样。你能做多少，你尽你的能力，好吧？啊，最基础的，因为同学有年纪小的，有年纪大的。